上午9:30，敖海成为你打打气。大家好啊，我是阿维，我是阿李，我是达达，我是希，我哋系为你打打气。啊，而家咧应该有大电波，未有60,000人听过你节目噶，好紧张你，唔使紧张啊，各位 DSE 考生，有我哋支持你啊，加油啊，加油啊！好，咁我哋等我哋进入 DSE 打气加油站嘅时段啦，就为大家读出亲朋戚友嘅留言，同埋而家可以打嚟13828888亲自点唱。应考嘅你并唔孤单，因为有我哋为你打打气嘅主持人。好啦，咁你读到留言哇，好多好多啊，我哋拣几个嚟读啦。咁第一个留言咧就系阿 Ben Sir 写俾同学仔嘅。大家镇定啲，唔使惊啊 ！Ben Sir 都未惊过。好啦，跟住咧系阿 Wing 啊，写俾阿蟹嘅。虽然你输在起跑线，但应该可以赢在终点嘅，加油啦！好啦，我哋暂时读住咁多先啦，各位考生加油啊！拜拜拜拜。嘉明、美儀、芳芳啱啱完成中學文憑試，三人打算參加敖海成 M&M's 畢業派對。今日嘉明收到敖海成通知，三人喺咖啡室討論活動詳情及注意事項。以下係佢哋嘅對話。芳芳，就嚟放榜啦喎，你哋唔緊張咩？仲喺度睇緊咩啊？美儀，唔使咁緊張啦。我哋咪约好咗放榜之前要去玩翻旧本，轻松下嘅咩？系啊，所以我而家喺 Olympus Facebook 度了解紧 M&M's DSE 毕业派对嘅注意事项。哎呀，嘉明，我真系唔记得咗添，个活动喺边一日举行啊？美儿，你真系冇记性啦，系7月13日啊！嘉明，你真系50步笑8步啦，有口话人，冇口话自己，系7月12日先啱啊！我先至唔係冇記性，我一早就喺 Olympus Facebook 度 tick 咗參加 M&M's DSE 畢業派對，我仲邀請咗一心、明亮同埋允恆一齊參加添。我都叫咗我表姐一齊參加。美兒，今次畢業派對嘅對象好似只係我哋呢啲啱啱完成 DSE 嘅學生，要有準考證副本先得㗎，仲唔使錢添。唔緊要啦，美兒。你可以同你表姐喺14日之後再嚟玩 Winning M&M's 全人挑戰場噶，到時只要消費滿200元就可以參加。但係你叫咗有容報咗名參加畢業派對未㗎？你記住提佢，到時要帶埋 DSE 準考證喎，手機影張相嚟都得㗎。好，咁我叫埋其他同班同學嚟玩先。